昨天晚上我闺蜜问我，你知道日本的小姐姐大夏天的都玩什么解压玩具吗？哈，然后她今天给我带来了这个，噔噔，她说剩一盒给我解压，解压魔法冰，这才是大夏天应该玩的玩具。玩完之后呢，就会像这只鹅一样瑟瑟发抖。嗯，我对她充满期待。打开一个盒子，三包不明物品。哎，我突然发现了特别贴心，哎，这个是桌布，铺上你就不会把桌子弄脏啦。剪开魔法液，倒进来。第二包魔法水，剪开，倒进来。短短短的。果冻的味道，最后呢，把这包不知道什么东西放上去。他说这样一碰就会瞬间结冰，我来喽。啊，凉，好神奇哦！再来一次。哇，感觉整个手指都被冰冻住了，舒服，凉。这个很像冰镇过的果冻，冰冰凉凉的，很舒服。压力大不开心你就捏它，又凉又解压。夏日解压必备奶丝，考考你的记性，哪个小机灵鬼还记得我的手机壳是什么颜色的呢？拜拜。